我们现在小朋友最优待、生活方式最好的、人类最发达的电脑，你们现在很幸福呢。来，我们去上楼上第五层了。第五层里面的话，这边的第五层的，我们看哈，四处都是空的，四处来这边也是空的，来这边也是空的，来然后这边啊四处都是空的，来来我们看到四处都是空的啊，有没有？我会解释给你们听这四处的空的原因哈。四处空的原因呢，就是吴越寿设计师是想寄托给这栋总统府的意念，就是四方无事。那当你执政的时候，总统、副总统啊，其他官员累了，来可以过来这边，然后休闲看四处，回馈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错误啦、自己的缺点啦，世上有什么事情了啊，来这边检讨一下。但是阮文绍跟阮朝奇总统的话，已经改变了这个四处的无事的理念，他们把这边设了一个棚户，你们看到这边有个钢琴哈，这边越南民主国家的，我感觉啊，他输给共产党的原因，其中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民主国家太自由了。这边的军队只一场仗打一个礼拜，打五天仗，一礼拜六、礼拜天不打仗的，吃喝玩乐。这边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话，曾经见过很多的开玩笑的事情，好像你们今天到泰国去看到的那个。而且舞女的酒吧脱光光的喝啤酒的唱歌跳舞啊等等都发生在这边的这第五四楼第五层。那我们继续来看这边的有一台直升机，直升机里边的就这台直升机的现在正在修改啊，它是也是在60年代70年代UV1 啊，最按照美国总统室的标准来去设计个阮文绍，那他又用UV1 的话，在除了战斗力量之外的话，它可以很快的起速，然后在越南的战争呢，很多的优点是上下了很快，然后复杂的地方了，指挥了、训练了、侦察了、武装了、再商了等等啊，阮朝奇跟副总统跟阮文绍总统曾经做过这个，我们在看的哈，就是在1975年4月8号那时间的话，有一位中校的飞机师阮成忠曾经驾驶了 F5 的战斗机来炸两个炮弹，终于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啊，就是的原因。那我们看看这边的总统府跟美国军队的高军来去乘坐的 UA-1 的 helicopter 就直升机啊，这就是它。那继续来，我们看到这边的四处无事的中心啊，四处无事的中心，来四方无事楼，四处无事楼，我们看到了最高层的第五层那边看到的山，类似一片的山水的画的风景，然后前边就是一条的国道啊，一条的大的大道，以前叫做八月革命，现在叫做旅顺道。我们大花园里边的话，看到很多的旁边周围的室内的景区，很优雅漂亮的家乡的树木啊。漂亮，加上个喷，今天有喷水池，喷水池来，喷水池，风景很优秀，那我常常跟团友讲，我常常跟团友讲哈，这个吴越寿的设计师哈，他犯了一个风水的大规。什么吗？你们
知道吗？如果是我常常跟团友讲啊，这个无约束的设计师他犯了一个风水的大规，那我一般的话都是问很多的朋友，大部分的像马来西亚啦、台湾啦、香港啦或者其他的话都会，但是大陆朋友他就不会。那是什么的大规呢？就是我说这个无约束的犯的风水的大规，就是在中轴忌中轴里面哈，犯了一个中轴，前边就是花园，然后一条路，然后这个中轴线的话直接插到心里，所以上来了啊，这就是风水的原因。 OK 啊，谢谢各位大家朋友加入我的杨家视频。 OK 啊。